才是大片啊！不愧是镇龙司的人，你这大长腿翻墙都不用跨第二下。你当然是我腿短是吧？哎，我是说，这就是动作片女主角该有的范儿。哎，快看，看什么？被抓包了！此处镇司办案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你们在这鬼鬼祟祟的想干什么？先别动手，这位姐姐，你误会了。报告，我们是良民呢。老灰，别在那杵着了，还不快过来一起解释下。我们只是在这拍电影啊。不信你看，那是我们导演，还提着摄影机呢。拍摄办案现场，更可疑了。走吧，跟我一起去旁边登记下个人信息，登记完就赶紧离开。知道了。好的，都听您的。不许拍了。妈呀，吓死我了！拍个电影还险些被……我就说偷拍人家探员办案，别到时候电影没拍完，咱们剧组讲道理。要是我们的女主角小光每次拍摄都一条过，哼，一回生二回熟嘛。好啦，废话不多说，老灰，跟我去对面那幢楼拍摄，镜头。小光，刚才的动作教程都看完了吧？电影马上开拍，可别掉链子。哎，等等，再让我看一遍。三、二、一。Action！ 女主角，迈开腿先跑几步，找找感觉吧。哇、哦，好险！吓我死了，腿抽筋了。这一跳堪比《卧虎藏龙》里主角跃上树梢。哇，果然在空中左脚蹬右脚就可以螺旋升天啊！我求求你尊重一点物理规律吧。这么有难度的戏，居然不用替身就完成了。女主角真棒，好险啊！到了我为你精心设计的抓眼球动作戏环节，女主角坚持拍完这段就是结束镜头，记得奥特造型。简直完美，小光，你就是九龙影坛的明日之星。哎呀，红了别忘了带的哥们儿。小事一桩，小事一桩，下次我还。环境怎么大变样了？这是哪里？难不成这里就是……哎呀，完蛋了！当时刚选上女主，光顾着兴奋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导演说过，龙域中有名为浅难浅的，周围会出现蝴蝶，找到蝴蝶。
好复习一下刚学的动作。怎么有一哼，简直是！别理他，看我就不打你！好险！宝箱，不过万一开箱有喜呢？这啥玩意儿啊，好恶心！我就知道不会有天上掉馅。彪子，你好吃呐！小光，你这么慌张，不会是？我只是刚进龙朝阁的实习生嘛。小光啊，做演员呢，最忌讳九龙街区内存在着名为龙的特殊力量。龙之力以咒为形，觉醒了龙咒之力的人便是龙印。龙域呢，就是龙咒之力形成的特殊领域。龙域可分为咒之域、灵之域、意之域。你只要知道。不管什么龙域，都有被罪业蝶围绕着的安全区域。哦，其实罪业蝶啊，并非蝴蝶，而是一种能缓解龙翳症状的。打住！再解释下去就没完了。这座龙域颇为危险，为了寻找离开的出，正好这里有现成的布景、现成的怪物和特效。这么随。开机。就该这么拍。本导演亲自当动作指导。又有倒霉蛋儿。导演，老慧。小光，你再仔细看看。此乃千象会禁地，诸位还是请。被通缉的千象。武打片就该这么拍。
龟龙准备杀青。本导演亲自当众开始打而已，你还真打啊？武打片就该这么拍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都怪鄙人没有眼力见。这个阴阳怪气的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他和我们之前遇到的怪物一样，都是龙骸，部分强大的龙骸。曾经龙印们自觉醒之日起，龙翼这种病如果不及时治疗便会堕为龙骸，是伏笔回生。老灰用了高级的编剧技巧，怪不得有罪业蝶存在的茧是龙域中的安全区。说回正题，这家伙口中的他也许就的啊，此情此景令本导演。大导演你先冷静一下，我听到那台子，哎，怪物不难缠，我的镜头怎么拍得出大场？喂，你们可别吓我，导演你临场。爷，等上映了，我给你票房分红。有那么多大场面，我有信心，咱们这部电影会大爆。天线，我
他也是咱们剧组的演员吗？龙域深处自有更强的邪煞之气。诸位善信，还请速速离开吧，我仍有要事在身，多有抱歉，告辞。哎，这人是谁啊？他就这么转头走了，打断了电影节奏啊。别深究，咱们也得赶紧走了。又是你们，你们的真实身份是什么？老实交代。我们真的是一般路过的电影剧组，走错地方了，马上就离开。哼，支支吾吾满口谎言，莫非你们就是那个擅长骗术祸乱中普的千象会成员？你们被逮捕了，跟我去镇楼走一趟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诸位在镇龙司可还安好？我已办完手续，现在可以放心离开了。导演阁下，还请速速返回中普区。哎呀，幸好杜老爷神通广大，把我们给捞了出来。正好可以用今天拍摄的电影。你这是恩将仇报，杜老爷不把你拦在制片厂门外就算心善了。导演光姐，我就不陪你俩回制片厂了，快到放学时间了。你去学校干嘛？他的本职工作是花姐月嫂中心的临时工，跟咱们一起拍片只是业余赚钱手段而已。哟，这工作。哎呀，记得付我工资啊，转账就行。刚刚从镇龙司坐车回来，又花了笔路费。净惦记着那点小钱，没出息。小光，你的意思是？你还真是个逻辑鬼才，谁要继续演你的三流电？本姑娘下次不跟着你干了。有一位富婆，那位富婆手持红伞，背包上还有限量。有这么好的事儿？小心。我看你就是嫉妒我要这。哎呀，世风日下。哎呀，导演你也别气馁，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，等我跟富婆。那本鸡犬先提前谢谢女明星的大恩大德。哎呀，中普区的路怎么上上下下的？天府之地，山城小巷，你不觉得别有风趣吗？空气中都是火辣辣的味道，我都闻饿了。领完薪水后，我请你去吃中埔区特色的老火锅吧。